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一个喜欢的人。是工作伙伴吗？我是人民歌手。他是你的录音师吗？他是我经纪人。你爱你的经纪人？你知不知道他喜欢你？赛德克族他们就是结婚都要准备猪嘛，我现在就要认真考虑要准备几头猪，我再决定这样。就是说你有女朋友了？我没有啊，我现在还是单身这样。你是不是也在喜欢他？想问你有男朋友吗？嗯，就是一个喜欢的人。那他知道你有养猪？知道。他 OK？ OK。可是他不喜欢你吗？那个人？啊？你说那个男生吗？对。我没有跟他说啊。对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你猪都养了，干嘛不跟他讲？是没事。一码一事。喂，一码一事。我怕他吓到。还好吧。就想说，随缘这样子。是工作伙伴吗？对，工作伙伴。所以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人民歌手。哦，所以他是你的录音师吗？还是不是？他是我经纪人。你爱你的经纪人？谁在告白了？他有来过吗？经纪人告白，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黑色衣服的。你没有跟他讲你喜欢他？我现在讲啊。哇，好屌啊！好突然啊！你知不知道他喜欢你？其实可以隐约感觉到那猪蛮喜欢我的。但是你故意装作不知道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平常不会想太多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只是就是帮忙顾一下这样子。那他今天已经在大家面前就是公开说他喜欢你了，你愿意接纳吗？所以现在一定要决定。对啊。他想认真考虑。是因为听说那个赛德克族他们就是结婚都要准备猪嘛？对，然后我现在就要认真考虑要准备几头猪，我再决定这样。这是有机会的意思喽？没有，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。还是说你有女朋友了？我没有啊，我现在还是单身这样。你是不是也在喜欢他？好啦，是。太夸张了！猪刚吓到跌倒了，他被他的口水吓到跌倒了，刚一叫，哎呦，直接一个六七五哎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两个人进来手牵手牵猪出去。来了啦！来了。好突然的。这个过球有没有？有，直接太突然了。来，你赶快去。你们两个一起牵着猪呢。所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 Zack。Zack。Z A C K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可以算第一天交往吗？哇，就在这个舞台。嗯，要不要牵手？没关系，牵猪就好了。先牵猪开始。两个人一起牵猪啊。一人握一边。好，一人握一边。那一起。那你散步一。你带 Zack， 你带他回椅子位置上来。好。但是猪不配合。我来，我来。欧奶，恭喜！哇！恭喜恭喜！我们节目真的好多元呢，我们平常介绍奇珍异兽，结果突然联谊起来，好多元哦！突然配对成 CP， 好感人哦！哇，感动！好，还有什么？你看 EQ 越来越低哈！你是不是想说他没有表演一段，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？我们现场是有防晒，我想看一下拖的那个，还是你帮他擦防晒？我擦，因为他没有刺青，我帮弟弟擦吗？对啊，你帮弟弟擦。女朋友应该不在吧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有还是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有男朋友？怀疑喽。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他有来吗？有在那边偷偷那个盯着我们看吗？没有，那是我学妹啊，那是我学妹。哎呦。学妹干嘛专程来帮你拍照？没有，干嘛不上？因为我们聊天，然后刚好聊到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有兴趣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喜欢你啊，刚好没有朋友哦。教你那些水上活动吗？还没。一来手上就有一个防晒，超奇怪。你有等一下，你有会来练？你有摸他的身体吗？没有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好好享受。
你好可怕，好可爱哦。就唱，就唱，就唱，就摸下去了。摸摸摸来了啦！不是胸口，胸口，胸口，胸口。他说不是，我很冰的。哎呀，这就是恋爱的滋味，什么冰冰的？那你今天要不要就干脆就答应学妹的？在一起的那个愿望，你喜欢他多久了？被他先煮吧。哦，他先煮。哎，所以你先喜欢他了。那你在那边做什么人设啊？搞得跟人家倒贴你一样。没有，做人设有没有软？我先认识他，我先认识他。对。所以是他根本就是他暗恋你，是不是？哦，是是是是。然后你一直还没答应。对对，他没答应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你为什么不答应？因为他快毕业了，他已经毕业了，那时候快毕业，然后我才大一，对，嗯，因为我会回宜兰呐，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是远距，然后他还在思索这个问题，对，可以啦，因为我今天虽然说近啦，对，虽然宜兰其实算近，但其实我是住宜兰很南端，就快到花莲哦，手不要停啊，手不要停啊，好，所以你会在意距离的问题是不是？好了，希望你们好好思考你们的未来。谢谢你，我觉得你们还蛮配的。对啊，可爱，很可爱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欢迎下一位水男孩钟钟。哇，好高大，蛮高的哦。感觉根本是篮球员，没有刺青哎。他拿一支东西耶，这支是什么？大家猜猜看。听诊器，通马桶。这是跟水有关的吗？这是冲浪吗？冲浪的脚绳，绑脚绳。哦，就客人不会飘走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，就是不会离开你太远。所以你是教冲浪？哦，对，我是教冲浪，只教冲浪。对对对。那你之前有在打篮球吗？没有，之前是练柔道的。柔道，柔道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一定要分一下。水跟柔道，那你的客人们都觉得你的外表非常的帅气？还好哎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看一下你长得如何喽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哦。哎呦！单眼皮高，单眼皮高。可是就很教练呢。看起来很专业，这是专业的不行啊！哎呦，你是不是有小孩啊？啊，我没有小孩。你没有小孩？我没有小孩，感觉好像是爸爸。什么问题啊？爸爸会带小孩去海边玩的人，慈祥感，对。哎呦，你干嘛那么慈祥啊？对啊。你有没有刺青？我没有刺青。你看，就是他看起来很和蔼可亲啊，人很好。一定，你该不还不喝酒吧？我不喝酒。哇！哇！他很健康，好不好？爽不好？你可以摸那个浪墙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浪壁。浪壁，真的假？你可以在那个卷那个里面，然后这样摸。啊，好帅！有时候会出不来啦，但是摸是摸得到的。就是摸到但出不来。就是摸。我一摸就洞口就没了。怎么关门了？哎，我怎么在水里？融为一体。